本来我们在想说要让谁过来帮你们讲一点点复习，开会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投票嘛，必须要有一个最帅跟最丑过来。啊，周龙老师差点赢了，可是最后还是赢了啦，没办法。怎样？你觉得钟老师是我很好笑？啊，如果是没办法，一定当选最丑那个谁卡位？第四小题的部分，你把那个旅行社圈起来就可以了。这是我要加薪用的，不好意思。李青主任每日大天旅行社那个 OK 吧？你不要看到题目就吐出来哦。没看到第四题就直接打叉跳过。来，开始第二个，大宇跟阿毛是男女朋友。来，男女朋友画底线。来，请问谁是女朋友？好，答对，很好。OK， 第三题吧。有时候你们关在房间读书，读到最后有点忧郁啊，会想自杀干嘛的？不要想太多，我们就跳吧。像我自己有压力大的时候，我去找一个可以看到天空的地方，我就看天空这样，然后心情就变好。秀三，我是不能看天空的啊。像偶像剧男主角他看天空这样，然后想一下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啊？不是，我会回来，我跳屁哦。我就想哦，啊，世界这么大，我该好好念书，就回去再继续念，是这样子啊。每个人纾解压力有不同方式啊。像宇翔应该就是啊，心情不好，打开电脑看一下好了，看一下有什么片，就开始狂发射他的手榴弹了。来，大宇老师，还有一个阿毛，还有，好，阿毛，来，大宇老师跟阿毛老师，他们是男女朋友对不对？来，他们要同星座哦，怎样啊？他们要牵到手是不是？好，牵一下，牵一下。来，戴老师跟阿马老师，他们的星座不一样的几率多少？全部的几率百分之百叫做多少？一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要扣掉什么？扣掉星座相同，因为我要星座不同啊，不同的话组合太多了，可能有 OK。来，现在可能牡羊配射手，或是金牛配牡羊，或是处女配处男。没有错啦，看太多种了，要不同星座太多了，所以干脆用全部扣掉，两个刚好一样，两个刚好一样什么意思？哦，一起母羊，哦，一起射手，哦，一起处女，哦，还有什么？一起双鱼之类的，哎，有点像 open 讲的头。同一个星座有12个一起的方式，按下面放什么？我说下面放什么？你看我现在下面放什么了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宇有12个星座可以选择，他女朋友阿毛也有12个星座可以选择。哦，啊，不就是1/12吗？所以1减1/12，1/12。来，给你抄抄，结束这回合。那，啊，你姐姐现在过得怎么样？很快乐哦。然后姐姐以前是我学生啊。你姐姐是曾经跟你讲过说她高中最帅数学老师在乌日，有哈？好欸，我再讲一个，然后让读完老师上来跟你们开导一下。读完老师今天准备很多东西啊，他准备了3段钢管舞的表演，我大家就是这样站着。有题目错了，帮我改一下。所以他第二题，把帅如安改掉，把帅打叉，改丑如安。来念一下题目好，来宇翔念一下题目。谁说什么肌肉暴乳烦？看你瞎了是不是啊？闪光肌肉爆裂宇宙帅帅版，什么暴乳版？来，我们换那个丑男安上来。